Hello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我是你的小婷呀。什么呀？我为什么要出镜？因为我发现我靠着他的时候，他特别像王丽坤。所以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聂胜儿。啊，UP 主没有化妆，像个非洲人一样。UP 主说他没有化妆，像乔碧萝。我像个非洲宝宝。我们两个像啥的？我们今天是两只沙雕。化没化妆的区别？哇，这个服装好可怕呀！我眼角眉梢的翘。